人缝当中过吊，禁区内还有机会。胡润天脚踩皮球，连续的闪转腾挪，再给这边头球攻门，球进了。埃武纳下半场替补出场，继续扩大比分，4-0。这个进球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下传的呀非常的清楚，胡润天这一下的摆脱也很精彩，也很精彩。来看一下，脚踩完了之后传到了禁区，小禁区内，埃武纳头球攻门。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漏人的情况，因为都去补防胡润天了，中后卫伊斯梅洛夫去补防了，而这边呢孙杰没有及时靠上，埃武纳头球攻门一反。